是佳宇听得见吗？佳宇，你妈收我收了你妈5块钱，你妈要跟你喊话，你妈说让你多举铁，多举铁，到大厂以后也不能懈怠，不能懈怠。你的爸爸就在我的身后，你回头看一看，完全拿不动。太好了，今天请我来喝可口可乐。徐帮帮，我一定要给你投票。今天是你先请我来喝可口可乐，我给你投上宝贵的一票。好帅！我投了票的推荐。可口可乐比百事可乐好喝，不要喝百事。佳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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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妈妈要给你唱歌。天天刷微博，转发分1亿，新年锦鲤之王就是你。